这没劲啊，说没电就没电了。哎，要不你回去充电，我带他们玩会儿。哎，这不能都躺着呀，容易生病啊，让他们起来活动活动。好，这个我懂的，让我充电去。好。元老到，搂一梭子。是。起来。好，起不来是吧？给我。这不站得起来吗？人的生命当遇到威胁的时候，能爆发出巨大的潜能。哎，取枪，取背囊。是。15秒啊。10。9。8。7。6。5。4。3。2。1。下一场，起。乡亲，看，既然都站得起来，军姿，2小时，开始。班长，起来啊！行不行？不行了，班长，这刀山火海都过来了，坚持一下。班长，再坚持一下，再坚持一下就可以回家睡觉了。让你们说话了吗？站好！坚持！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最后一次，到底停不停？我不行了！菜鸟放弃，带路。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！看见没有？要么跟他一起滚蛋，要么给我好好的站军姿。但是我又改变主意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来，全体都有，向右转，目标宿舍。正步，不会走正步啊？好，来，正步走，一令一动，你。哎呦，快点快点，
谢谢啊，列兵。哎，我去，我搜改飞也有今天啊！高手，我见过你。什么时候？报纸上。别提了，我叫徐天龙。何振光，你好，首长。哎呀，首长，别首长了，叫龙龙吧。龙龙，师承何门何派啊？抱歉，祖父交代过了，不让说，怕出家追杀。什么年代了，还怕仇家？老祖宗的话啊，咱得尊重老人家嘛。理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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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理解。别对着我呀！全副武装，出来训练。认识吗？认识，认识。什么呀？八六全速手雷。对了，八六式全速手雷，1986年定型量产，攻守两用手雷，杀伤半径大约6米，引信时间2.8秒至4秒。啥意思？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会死人的！都炸完了。教官，你来真的？教官，搞大了啊！大吗？我觉得还好吧，不错，身手敏捷啊，两颗手雷你们抓住了。这要是再多一点会怎么样呢？教员准备。喂，一二三四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，十四个，十四枚。哎，你这是杀人，我告你，我跟你说。啊？告我？有命活下来再告吧。开炮去！哎啊！扔！好身手，好脚法。看出来了，你们各这是身怀绝技，但是，混蛋，你们玩我，你有这个病。
奶奶的，没有大片的教练弹呀！哎，你吓唬我呀？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飞行员。天不怕地不怕。说的啊。有没有弹头啊？有，有没有啊？有，这个有，这个真有，这个可以有，有。别跟我扯什么天不怕地不怕，你们怕，我也怕。你们怕被我打死，我怕打死你们。害怕不丢人，知道害怕，说明你们是人，不是机器。很多事情就是害怕也得去做，别无选择，明白吗？明白啊。明白。特殊障碍训练场，给我冲。是。脸上怎么这么多血啊？谁中弹了？我没中弹，我命大，我是你命大，他们都是神枪手，心里有准儿。我这个事没有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我操！飞行员还早着呢，哥。找我！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快爬呀！小子，有点意思啊！别给我生子弹，狠狠打！你要是有一架直升机，我非得把他们一锅都给端了！我什么？这脸上有一个，你要吗？你还要？哎，吓我！Ugh.
巴雷特中局 M14 AWP 我的最爱八五局，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进行狙击手的战术学习。当然了，你们当中有些同志啊在老部队那就是狙击手了，有些同志呢还跟我们交过手，水平不错。不过那是野战部队的狙击手，不是我们特种部队的狙击手。红细胞小组在未来的行动中将不断地进行狙击作战，所以啊你们要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不要丢了自己的命还连累了别的同志。我为什么选你们出来啊？啊，那是因为我不用再教你们基础狙击射击，那些啊在老部队你们早就完成了，你们每个人都是当之无愧的神枪手。不过离我的狙击手标准还有不少差距，这就是你们悲剧啊，因为你们要丢掉神枪手的荣誉，从头学习。怎么不服气是吗？不服气。如果我们都不符合你狙击手的标准，那请问您狙击手的标准是什么？很好，我就喜欢听这种实话啊。你们要是没有这种性格，那算我看错你们了，你们水平都不错，要不然呢就不会站到这儿来了。不过我要问你们一句，你们当中谁打的不是靶子打的是活人？跟你们谈什么射击技巧啊，这意义不大啊。你们都很聪明，都很精锐，精英兵王，那大多数在部队啊都是班长，有的呢还是连排长带队主官。这发几本教材晚上回去看看，到各部队那都是狙击手教员了，所以谈这些没意义。我就问你们一句，谁打过活人？有人想啊，我们没打过仗，谁可能打活人呢？没错，这话没错，但是如果战争降临，在你的面前有一个指定目标要你射杀，你敢吗？有什么不敢的？大声说。报告，我是说有什么不敢的。这没上战场以前呢都是鸟样，枪声一响啊全都拉稀了。行了，我甭跟你们废话了，带回去换衣服去。是。为什么又让我们换场所？有什么了不起？不就打个仗吗？摆什么老子？咋了？今天怎么不练咱们了？练兵咋回事？不知道。哎，你怎么想？我想知道他在想什么。龙龙，想什么呢？这一刻不好过。这一刻，不是，俺就想知道，他们咋就不练咱们了呢？他们的招都用的差不多了，还能有啥呀？可是我说，你们都说什么呢？我怎么越来越听不懂了？
龙龙，不会是还聊呢？五分钟以后集合。是。向前看，向前看，不错，很准时。全体队友，向右转，目标食堂，起步走。现在就开。刺儿的豆腐脑，别吃撑着。哎呦，就这点豆腐脑能撑着吗？别逗了，起立。谢师长。谢师长，你们那吃饭不那么快、啊？不够，社长，我们那伙食没你们那儿油水浓汤。牛哥。别吃撑了。这豆腐脑放开量吃啊，多吃点。不够。还想再来一碗，好，等着。哎，妹妹，报告，给我也来一碗，来一碗。那个报告，能再加一碗吗？瞎搞。
我讲一下，大家一定很好奇，我们今天去干什么？公安和武警有个大活动，我们是去观摩的，只戴眼镜，不戴嘴巴。这次机会很难得，我找了很多关系，大家一定要珍惜。看来是真的。你猜到什么？别问了。啊？你越晚知道越好。陈默，你这是咋的了？你不是那种有话不敢跟我说的人啊？我们别无选择。我们已经做出了选择。什么选择不选择？到底怎么了？赶紧说。我们将要变成冷血动物。看什么看？醉了！真不了，真的。啥真真假假，真真假假，我真搞不懂你在想啥。刑场，小声。喂，这是要干啥呀？走吧，跑不掉的。啊？腿软的，我这个脑子早晚值得一劫。走吧，那就我你这老哥，我有点不舒服。我让你别吃这么撑的，快！不早点告诉我，我早告诉你，你早吐了。快快快，都下去吃。我都不知道我来这儿干什么。这好莱坞大片他也不这么演的。这我正准备让你演听不怕地不怕的飞行员呢。吹牛，向海吹。剑看跳转起步走，怎么，两位老哥都在啊？嗯。
头等警戒，我们俩谁敢不在啊？不是只枪决一个吗？这个不简单，境外毒枭头目，大陆落网了。据说他的家族花了重金想劫我们的法场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还有这扯淡的事儿？情报是这么说的，上级非常重视。你来了正好，从特种部队的角度看一看，我们的部署还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？看看吧。好家伙，这架势，就是真正特种部队来了，他也望而生畏啊。但愿如此吧，我们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呢。情报部门讲，江湖上确实有过这样的传闻，他们正在搜集资料，希望一切正常。哎，我看你的学生们不是很情愿。早晚得走这一步。行了，我不打搅两位的工作了啊，我在边上看，有事您招呼。好，好。看见了吧？这警戒线一里，一会儿就是行刑的地方。你们站在位置，会很清楚的看见子弹击中死囚后脑的刑警。你们都是军人，习惯和武器打交道。武器的真正含义是什么？武器往往是和死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狙击手啊，不是打靶子，是打人的。一会儿我提两个要求：一，给我睁大眼睛，不许闭眼；这二，不许发出任何声音，不许叫喊，给我静静的看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明白了。狙击步枪瞄准镜的反光，可能武警在那里部署了狙击手。不过我很纳闷，为什么要部署在那里？那是最佳的攻击位置，而不是最佳的防守位置。确定？确定。高总，温总，那个位置是不是您布置的人？我们负责那位。高总，是不是你们的人？不是。找到了，就在那儿。马上搜索。是，阿飞，我上。快点，上！快！首长，干嘛给我一支枪？为啥？真打仗啊？可能有人劫法场。劫法场？不会吧？真拍大片儿，首长，给我们枪吧。我们是来观摩的，这不是咱们的事儿。安静。这辈子都不想再吃豆腐脑了。不错啊。
气儿吧。吴昊，想什么呢？刚才那个狙击手的位置布置，让我想起我们打过交道的对手。来，都往我这儿看！你看这红烧肉烧的多好啊，今天伙食不错。咱们解放军的伙食标准提高了，你们都给我吃啊，别饿瘦了，饿瘦回去你们单位领导说我扣你们伙食费啊！看我啊，嗯，香，煮肥又瘦了，吃吃，受不了，连长。这是我们必经的一关。要是能够让我们真刀真枪的干上一仗，也不至于这么难受。真刀真枪，这一关我们都未必过，过得了。我不行了。